抬头仰望夜空，有颗流星坠落，你看它是那么美那么亮，就像就是我的朋友很多人他们很丧的时候，其实都是我在鼓励他们，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很正向，我很少丧，我身边朋友都觉得非常不相信，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。